海外で教えることがあんまりないので、日本の柔道がこんなに盛んに行われていることがすごく嬉しく今日は感じました。まあ、僕もオリンピックは1回しか出れなかったので、その1回の中で僕が感じたのは、やっぱりオリンピックっていう舞台をすごく楽しんでやろうと思ってました。なので、その一生に1回あるかないかのその機会をもう本当に心から楽しんで、思いっきりパフォーマンスしてもらえればと思います。一開始有啲緊張嘅，因為要同佢交手，但係俾佢落咗之後就覺得好爽咯。因為好少有呢啲機會啦，即係仲要係奧運冠軍，通常都係可能喺電視啊或者喺 YouTube 屏幕先見到佢，所以我覺得最大嘅得著係佢朝早咧，佢有教你好多實戰嘅技巧，例如點樣可以攞到一個好啲嘅位置去進攻。我覺得呢啲係幫到我哋之後比賽去做準備。即係遊到佢有句説話係精力善用啊嘛，即係佢要我哋用最少嘅力量去達到最大嘅效果。我覺得呢個係可能就算喺我生活好多工作上啊，都或者唔同做唔同事嘅時候，都會諗點樣可以用最好嘅方法去完成一件事啦。而之後我覺得第二句佢自他共榮就係要知道要一齊努力先會成功咯。即係因為遊到好難自己一個去訓練啊，一定要有對手啊。所以我覺得喺翻日常生活就係，就算可能喺運動層面，我哋都有 physio 嘅幫忙啊，或者 nutritionist 啊，或者體能教練啊，大家一齊努力先可以攞到獎牌。頭先咧，我同阿星星打完之後咧，我就發覺我做同埋佢做個分別喺邊啊？我俾佢打完一次之後，咁我覺得其實柔道係一個好講技巧啦、步伐啦同埋 timing 嘅一個運動嚟嘅，因為啱啱佢打我嗰陣時咧，其實。佢係個 footwork 好細微啦，同埋佢根本上佢一拉我，下一秒我就已經喺地下，所以其實我覺得體驗到一個奧運冠軍嘅實力咧，我都係好開心。空手道咧，其實我哋比賽嗰陣時咧都有啲柔道嘅技巧嘅。咁今日咧其實有一招，啱啱即係 Sensei 打嗰招叫體落啦。咁其實喺我哋現今嘅空手道比賽咧都係好常見嘅，所以我都係獲益良多。呢、这個活動係幾好，咁都會令到好開心，因為其實我本人係好中意呢個運動。仲有其實因為我就係考試，其實我係俾人，其實屋企人唔俾我過嚟，但我都係温書温耐咗，佢先俾我過嚟嘅。我中意，因為你可以同人交流啊，你又可以學，即係。去對方學多啲嘢咯，即係譬如對方唔好嘅話，你都可以提點佢，或者即係你自己都可以同對方傾下點樣做翻好。